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 C Sharp 面向对象编程系列课程。今天我们要讲的知识点是继承。好，那么在讲继承之前，我们首先来看看为什么需要继承。那么当我们不想写很多的重复代码的时候，我们就希望用到继承啊，我们就可以用到继承。那么继承就是提高我们开发效率的一种手段。那么用生活中的例子来打比方啊，就是一种人生的捷径。比如说我们不用白手起家啊，去买一套房子或者创一份业啊，那么可以子承父业，那么这就是继承，让我们少奋斗20年啊，是人生的捷径。那么写代码的捷径就是继承。那么举个具体的写代码的例子啊，假如我们要写一个宠物商店的这样一个程序，那么宠物商店啊，自然就有各种各样的宠物。那么这些宠物呢，有共性，也有各自的特点啊。那么狗狗、猫猫、阿猫阿狗是吧？毒蛇、蜥蜴啊，等等，蜘蛛啊，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啊。那么它们看起来互不相同，但是它们也有一些共性，比如宠物基本上都有一个宠物的名字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它不是无名的狗，也不是无名的猫啊，它不是流浪狗、流浪猫，它是宠物狗、宠物猫啊，所以它都有名字啊。那么我们再可以写一个打印名字的方法，是不是可以输出名字的方法？是不是？然后他们可能都有他们年龄，是吧？每种宠物它都有它的年龄啊，都有它的比如说适宜的生活环境，所吃的食物啊。那么这些东西呢，可能这些吃的食物啊和这个年龄各不相同，但是我们可以用共同的一个字段或者一个方法，函数的方法，这个类的方法来描述它。那么这就是共性的东西，我们把这些东西提取出来，那么就可以作为一个继承的前提。好，那么生活中大家也都想继承，写代码大家也要时时刻刻想着继承，是吧？生活中的继承就是富二代，是吧？天天做梦做一个富二代哈。那么怎么样实现继承呢？当一个类派生于另一个基类型，那么它就拥有基类型的所有成员字段和函数啊。只要说一个类派生自另一个类，或者说一个基类派生出一个类，那么被派生的类就叫派生类，派生出别人的类就叫基类啊。那么派生类也可以说是继承于基类啊。那么这派生和继承是一对概念，是吧？ A 派生出 B， 父类派生出子类，子类继承于父类啊，他们是相互依赖的一个关系，只不过描述的角度不同。那么一说到这啊，他就拥有该基类的所有成员和字段，我就想到了基因遗传，是吧？但是又有点不同啊。基因遗传是一个小孩继承了父亲的一半基因和母亲的一半基因，但我们的派生类是吧，是指一个类派生出另一个类，完全拥有它的所有的成员字段和函数啊，有点像狼人是吧？一个 A 狼人咬一个正常的人啊，这个正常的人就变成狼人或者吸血鬼是吧？啊，当然也不完全相同啊，我们打个比方而已。好，那么我们用图示的方法来了解一下啊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这是一个基类啊，这个基类，那么它有一个字段 field 一，还有一个方法 method 1。好，那么 parent class 我们把这个父类啊作为一个基础来派生出另外一个类，派生出另外一个类，那么这个类就叫子类，这个子类是这么大，这个是子类，这个是基类。大家可以明显的发现，子类当中包含了基类的部分啊，这是一种图示啊，子类当中包含了基类的部分，既拥有了父类当中的 field 一 method 一，又同时你可以编写自己个性化的啊，自己想要以任性的再编写一些方法和函数啊，能体现出自己子类的功能和特点，同时继承了父类的功能和特点。好，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看继承的语法。说了这么多，那你到底怎么样实现这个功能呢？很简单，我们就是派生的类加一个冒号，后面接父类，这 child class 就是子类， parent 就是父类啊，大家不要忘记冒号。那么这里面的内容啊，两个大括号之间的内容写的就是什么呢？写的是子类的内容，父类的内容就省去了。如果这里还要写父类的内容，那继承的优势就不复存在了。
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就是要省去父类的那些字段的定义和方法的实现，是不是？让我们子类可以坐享其成，当一个富二代。好，那么我们举个再具体一点的例子，就是我们的宠物商店的啊。那么假如啊，我宠物商店我们可以定一个父类，那所有的宠物它都是宠物，它都具有宠物的特点。比如说我们举个最简单的，那么宠物都有个名字啊，我们再定一个方法，这个方法可以把宠物的名字打印出来。好，那么假如我们再定义一个子类 dog， 那么这个 dog 呢，它是宠物，那么它就可以继承这个宠物，就可以让，因为它也是一种宠物，所以它可以继承啊。继承的观点啊，就在于比如说 dog 是一种，是一个，当猫是一种宠物。假如我们定一个人的类，然后学生、老师、还有校长等等，其他这些都是人，那么人他就可以继承 person 人的类啊。那么继承，那么在子类和父类之间体现的一种逻辑关系，就是说子类是父类的一种特殊情况，更具体的情况或者说更特殊的情况啊，那么就是子类。好，那么我们先看一下上面的这个例子吧。好，这个例子我们具体来用代码实现一下啊。我这里已经建好了一个项目，但是是空的项目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好，那么我们来实现一个宠物的类，是吧？ public pet 啊，所有的类都是，所有的宠物商店里面有宠物的类啊，叫 class 啊，宠物类。那么呢，里面有一个字段叫做 public string 啊，宠物的名字。再来一个 void 类型的打印宠物名字的这个方法 print name 啊。那么这个方法呢，就是很简单，打印出我们的宠物的名字。打印出宠物的名字啊，是什么呢？是加上名字啊，加上这个字段。好，那么我们就这定义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宠物类，那么它只有一个名字字段，还有一个方法。名字字段是宠物的名字啊，方法是打印出这个名字，然后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定义一个什么呢？定义一个狗狗类，是吧？狗狗类，比如说 dog。啊，然后继承，注意这里冒号加鸡类名称。好，然后我们这里什么都不写啊，什么都不写。那么我们定义一个 dog 的对象，假如是 dog 等于 new dog。好，然后这个 dog 点，我们发现点的时候来访问它的成员，它的成员当中自动有了 name 类，name 这个字段，对吧？ name 这个字段。好， name 字段等于比如说杰克，然后我们想要输出它的名字呢，就 print， 发现自动拥有了父类的这个方法 print name 的方法。好，那我们运行一下看看，哎，果然宠物的名称是杰克，对吧？好，那么发现我们在 dog 这个类章当中不用再重复的编写这些代码。当然我这里只是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，作为宠物可能还有什么呢？可能还有年龄，是吧？年龄 age， 是不是？还有比如说喜欢的食物，是吧？等等，是吧？都可以作为一些共性。那么这些代码可能很多，那么如果把它全部放在父类里面，那么我们将为子类的编写啊，整个系统的编写带来极大的便捷啊。那么这里我编写了个 dog， 我省了这么几行代码。那么同样我还要编写一个猫咪呢，是吧？我编写一个猫咪 cat， 同样我可以省掉这些代码。那么这样编写的子类越多，那么节省的代码行数越多，是吧？节省的开发工作越多。那么我们可以定一个猫咪的类，是吧？等于这个。那么猫咪呢啊，它也有名字，对不对？等于 Tom， 就是猫和老鼠里面那个 Tom。 然后猫咪也可以打印名字，对不对？我们运行一下啊，我们这里没有加分号。好，运行一下，没看
那么就可以把两个名字都打印出来，啊，那么就节省了极大的工作量。后面还可以有别的，对吧？还可以有蜥蜴呀、蛇呀，是不是？然后蜘蛛啊、老鼠啊等等，各种各样的宠物。那么这些宠物都可以记成 pet 鸡类，或者说父类啊，父类、子类、鸡类、派生类啊，这是相对的概念，都可以记成这个父类。那么就节省我们大量的开发时间，提高我们的开发效率。好，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课程。好，那么我们讲完这个例子以后，大家对继承有一个基本的概念，然后再补充两个继承的知识点。那么在 C Sharp 当中，所有的那些类啊，包括我们的那些结构啊，结构其实也派生自一种类，然后那种也派生自这个 object 类啊，它们所有共同的基类就是 object 类，也就是说 object 类是所有类的祖先啊，所有类的共同基类，那么它是唯一的非派生类啊，所有的类都派生自它，而它派生出所有的类啊。是继承层次结构的基础，相当于一棵树的树根，相当于树根。那么对于其他类呢，父类和子类的概念都是相对的啊。那么这个举个例子，大家一下就明白了，它就是 C sharp 类当中的亚当和夏娃啊，只有一个，所以就是亚当和夏娃的合体，是吧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啊，就相当于他就是 C sharp 当中的老大哥，是吧？祖先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另外。继承有个规则啊，每个类只能继承一个父类啊。那么，当然它的父类还可以再继承父类，是吧？再继承另外一个类，但是同时只能继承一个类。就像我们这里的啊，我们在其他语言当中或许会出现，比如说 dog 继承 pet 又继承个别的，但是在 C sharp 当中只有单继承啊，在 C 加加当中是可以有多继承，啊，只能单继承。那么。还有一个情况啊，就是说，我们刚才的 dog 继承了 pet 宠物，那么宠物呢又是一种动物，对不对？动物呢又有些动物的各种特点，是吧？比如说，要吃东西，是不是要运动等等啊？那么有些动物的特点，是吧？最终全部都继承自 object，默认的继承自 object。尽管我们这里的 pet 类没有写。这个它继承自 object，但相当于继承自 object，是吧？哦，继承自 object 就默认啊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。